弟弟，赶进度啊！赶进度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每球都这样打，哎，教练有机会哦。竞赛第二，好了，教练，你只能失误这一球而已。三一，二三，我教练，这球很难打。四二，那球难，打得好够。五二，老鼠啊！六二，好刁钻啊！六二，好赛，三六。七三，这最后场最吃亏的地方就是这样，教练会赶时间。八三，哦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四八，那球杀到就会出界了，四八，五八，九五。二三，高一点，六九，七六九七九，二三，八九，教练，你要撑住啊！对，叫你。啊，九九。九九，平手了。教练，你还有四分的扣打，不行乱用。九九还有四分的额度，不能乱用。动九，分边。一九，他那个球很难打，会打。一九，二九，这样干倒就把他 hold 住。二九，哎呀，哎呀，三九。硬赛，四九，五九，将只剩两分钟而已，
哦。有。六九。六九难打。七九、哦，又是那个。对啊，他怎么能赢？难打，那个地方太难打。七九，八九，那可惜，九九。动球，八，九，动动，两位数了，你来看热闹就对，看热闹没？哎呀！